overthink 支持北京奥运。我是冯坤。雅典奥运决赛，所有人都盼着我们夺冠，但压力太大，怎么都打不开。关键时候，教练说：“放开打，别想太多。”扔掉了包袱，我们终于赢了。08年，我们一定会把更多的期望变成动力。